穿着红色外套女子在素食店柜台前大喊“退我钱”，情绪激动，甚至行为大失控。一手怒推台面上的托盘，直接砸地，其他客人看傻眼，全闪到一边。但女子还是 keep up， 似乎不罢休。员只喊快报警，女子见状要往门口离开，但突然又冲回柜台，怒砸钥匙。店员拿起手机狂拍搜证。疑似点餐纠纷，女子吵着要退费处理，但似乎不能退费，大闹素食店。发生地点被网友认出是在高雄凤山，但店家否认有这件事，警方也表示没有接获相关报案。反应太过激烈，这样可以冷静的。对，跟店员沟通这样，坐下来好好谈啊，不需要这种比较激烈的行为。不因一时情绪是衍生不必要的行者。民众推测可能是点餐有问题，让女子很火大，但推托盘砸地又丢自己的钥匙，公共场所大小声，女子脱序行为也让民众皱眉头，好奇到底是什么消费纠纷起冲突，让人不撒撒。九红妇人黄世云高雄报道。像这个梦梦水独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，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，让你身心达到放松。当中有茶氨酸调节情绪，增强抗压能力，还有德国洋甘菊萃取物可以疏解焦虑，帮助睡眠。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，白桃风味，酸甜好。